有生千王，有天灵灵上帝，也就是世间生地生万物吼，生咱人生的造物者，万灵主宰吼，咱称作无边光明。健康庙来圆满来传道，吼、哦、啊！即个老师借着灵师的手，吼、哦，他为咱的现关掉，传互咱三宝，吼、哦，在世间方向看见有咱成就，啊，出世会当超生了死。在世间方向看见有缘天相，吼、哦，啊，出世会当超生了死，即阵轮回，吼、哦，啊，去遮，吼、哦，灵师在八卦路中所修法迄张叫做六天标。三观大帝将会收到，会交予普达斯师傅的传闻哦，吼，用咱明天遇到这个性命来问掉，这就是吼，古者上下辈所讲的吼，会付出命，天分化合。只要咱若是得到了后吼，爱返到饭店，爱去讲三宝，真少是来食吼，保证咱百年了后会心满如意，面目滋润安详吼。啊，这就是证明咱的灵魂吼，已经有找到转天的路头吼，咱的灵魂已经有归宿啦吼。啊，那伊国哈的。古庙吼，我的爸爸妈妈吼，伊在开矿了吼，啊，底薪要家己入矿的时阵吼，伊的面色搁安尼软软啊软啊，啊，规身躯拢软糕糕吼，啊，要家己抱手抱脚抱下肚的时阵，规双手嘛拢安尼软糕糕吼，啊，搁会当抱脚到天际吼，这就是上好的。这个印证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本是西方的古主，吼、哦，咱注意，咱敢知影咱是天堂下来凡胎古主吗？吼、哦，咱敢知影吗？吼、哦，啊，什么？咱就是吼，红了叶，吼亮起花花，迄个即个三维世界无众生诶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天赋
典也不易哦，爱咱人来白天生活，天天平和哦啊，但是呢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哦，啊，煞袂歹，这个无着城市啊，甲繁华的世界当中，啊，煞袂去讲咱咧度上个任务啊，在这个三地无隔离。这三年，我叫你安全做关怀的众生，吼，啊嘛想做讲是世代福音，吼，啊在这三年，我叫你上天慈悲，吼，降德要来，吼，要来救救的，吼，啊，你是咧拯救，吼，有善根信徒的善男信女，吼，因此，吼，天上不老一佛祖，啊，西方不老一菩萨，全部各种头发。来帮帮助的嘞，来帮帮啥子嘞？中道无限车道，就是去天神，就是屋爷，吼、哦，看作天顶上帝，托你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如何修行，嘛托你讲来指导你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讲中道，嘛有屋爷，看作来指导你，啊，为甚物去天神，伊也着爱来指导呢？因为去天神，拢是咱凡间的中心。教主吼，啊受万民的崇拜，吼啊因得到千年百年的福音，吼啊福音吼，伊嘛是天职，吼伊嘛是人间个个轮回的，吼所以讲吼，迄个天天神嘛是爱福德的呢，啊因果吼，轮回众生，也就是咱人间的善男信女，吼啊下落地府的有鬼魂，吼。啊！你看，咱出个时啊，是不是拢有咱咱份信会吼？在普渡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着啊，咱有一句讲吼，一处行道有限，七座一超生吼，一处一道吼有限，七座一渐高吼，啊，着、就是讲咱今天咱已经有一道啊，有九道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个祖先吼，就会当去迄个地藏菩萨去遐遐吼听经闻法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吼下落地府个幽灵鬼魂。啊，拄只咱就讲吼，咱人本是西方因佛祖，吼、哦，咱是天堂落来个凡胎佛祖，啊，即摆好啊，就以以下个几点。给，吼、哦，印证，吼、哦，分享，
哦，大家做上好，哦，啊，咱这个人是不会修复。修复，我们今天讲的，咱注意，咱知影吗？哦，啊，今天就是真正是，啊，假就是假肉体，哦，啊，咱中央内底有甲咱讲讲，天命之物性，出生之物道。上天托人，哎呦，那上天托人的这点名是人家，哦啊，那哦是，那今天哦所要求的、所要找的是哦，咱这点名是的总兵员，哦啊，咱呐，那是咱哦生来死去的门户，啊，今天哦咱呐是有得了道，有得了道，啊，咱就会当。啊，本官员吼，啊，就会当回转咱的国家乡吼，啊啊，咱人吼，即、这个真灵性吼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吼、哦，是无生灭的，是袂臭袂烂。啊，咱即个假肉体是化灭了，是一个臭品啊，利益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甲咱的。天灵性吼，甲咱的灵魂吼，变作是一个总开关吼。啊，咱一间厝的总开关，那它是要发挥的，是不是电火、电风、电视、电脑拢袂当运转吗？哦，啊，它是啊，咱人的总开关是伫个遮，啊，它是咱的总开关也是要发挥的，哦，啊，咱也是无一点的灵魂的，啊，咱是不是袂当听、袂当看？当行走、食饭、讲话，吼、哦，日常的生活，起居，拢袂当运转吗？哦，啊，咱这个计划体是政府政府去促成的，吼、哦，一个平台，啊，在保胎内底孕育十个月，怀胎了，吼、哦，喊一声，呱呱落地，吼、哦，也就是生命的开始，也就是小脑开始的开始，哦。啊，咱人一个生下来，啊，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大，啊，大人就一天一天一直老，也就是老的开始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就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开始退化，吼、哦，啊，大病、小病嘛拢会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大病就爱管伊几多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这计划体是不是照用的？啊，咱在这世间。是不是照大个哦？啊，咱这个肉体是无所有关尔，无所有关哦。啊，咱人有生就有死哦，即是做总统、做皇帝是爱死啊哦。啊，咱人袂当挂无失败呢哦。食今仔日个饭，毋知明仔个代志呢哦。人生是无常个呢，啊，生死是正常个呢哦。啊，人生是短暂的呢。意思讲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计划体在地球上，吼、哦，是照用的呢，是无所有关尔，无所有关。所以讲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吼、哦，双手空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
就是吼，要爱照顾这个人的人性，吼啊，咱这个假发皮是水火风土，吼，四大假发的意义哦，吼。啊，咱就是一个皮，咱刚刚还买这个背心吗？吼，啊那。马来西亚的可能有看蛮听过吼，啊嘛，伊无哈个年龄吼，啊拢亲切听讲，某某阿姐、某某阿伯过身去啊，吼，即嘛是咧甲咱讲吼，咱人有一人性，人变歹去吼，啊，耶稣上帝吼，嘛甲咱讲哦，讲上帝咱照顾每一个人，不是创造一个母亲吼，即嘛是咧甲咱印证哦。毕竟讲，咱人有真人性，甲白目的吼，啊，佫有一句俗语讲，是天咧生人，毋是人咧生人诶，会生你惊死，袂生你惊死。印证讲，咱人有真人性，甲白目的吼。意思讲，吼，咱人是天堂下来，吼，会分开入住，吼。啊，文理与尊天第八章。时时刻刻，恁就是付出多，恁甲恁赞叹咱，恁得宝贵吼，恁得无得容易生死吼，一边得之尊贵，非真时时刻刻，就是讲咱今天若是得了得，若是无了得吼，啊，若是有找着转去的路头，啊，毋免阁生死阁会轮回吼，啊，咱若这世间嘛无得走的哦，吼啊。是咧讲吼，是咧强调讲道的尊贵吼，并不是讲咱若在需要得道哈，亦无需要缘分的时阵，是时刻要吼，把咱平心平气吼，把咱若是无得道，若是无求道无得道吼，是咱来这世间受苦的遗憾哦。但是呢，哦，啊，无错，王静老师有在讲哦，讲生命、生死是
心班，哦，啊，咱明天主要找是咱灵性的主修员，哦，啊，咱灵性的分修，啊，咱本官员，啊，咱会当回转咱的国家中哦，哦，啊，新年嘛是爱拜灵师求道的呢，哦，啊，奉祖嘛拜了这位老师，最后拜了。的弄住，啊弄住，那就关都来关火伊，吼、哦，啊新年也是爱拜年书有得的呢，啊，咱拄只吼，迄、哦、在三楼吼，诶、哦，两个月的时阵吼，咱年书请大献花、献茶、献香、献果，吼、哦，并且面面上的，吼、哦，也就是咱孙子老母娘。哦，领导来传道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是生咱灵性的先天庙，吼、哦，是咱灵性的妈妈。是咱生咱灵性的妈妈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这个福音庙，谢谢咱妈咪的妈妈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有先天性，啊，福音庙。咱有先天性，啊，福音庙，啊，感谢，吼、哦，倒是会当成一个人。因为在上古时代，吼、哦，也就是那第一年、千年年，天顶古好将平换，吼、哦，啊，都讲君王，啊，君王就是皇帝大帝、四皇大帝、尧舜禹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啊，吼、哦，拢是爱先修好的，而且佫是干净卫生，吼、哦，啊，
就是人较早吼会山顶洞人吼、哦，啊，伊拢住伫个山洞，啊，所食是青菜野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穿个是长袖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迄阵啊是吼东方盖落雪青，吼、哦，以青来代表吉利，吼、哦，你看迄阵啊会穿衣嘛，吼、哦，会穿衫，拢是青色，吼、哦，大家有无？就好，嘛拢是青色的哦。哦，啊，迄阵啊，哦，那是伫即个九条文明进前，哦，那么在九条文明到清朝文明，哦，这就是八里堤、安阳堤，新加坡离婚江源王、德港、苏鲁，啊，苏就是出家的和尚，啊，堤就是册人。啊，迄阵啊，哦，安阳堤的时阵，是以红来代表吉利，哦。就是南方名店买烧鸭，吼、哦，安遐看，迄阵仔新娘仔的新衫，嘛拢红色的哦，啊，红轿、红鞋厝，吼、哦，啊，道袍、甲服裤，嘛拢红色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吼，佫、哦、是先修好的南管路线，吼、哦，啊，代代相传，若不过了你，啊，若不过了你，就是无传到第二个啦。哦，啊，咱是哦，官府受主，莫讲领导，当然连听嘛拢有法听过，而且袂领导去到哦，爱去深山，多多收到三千公八百个啊，公个万万，而且还当领导的呢，哦，啊，那为什么咱即马哦啊，受着英国式的引进哦，啊，咱宝贵的大德。就予咱看到，这就是南岳经的第三义白杨义吼。人犯罪，有人勒索，哦，啊，甲毒品的贩卖，哦，
是惊好多人发生吼，啊，甲地球吼，咱科技的发达，地球暖化，大地暖枯吼，所以水灾、火灾、洪灾，啊，甲地动不断地发生吼，啊，这地动不是咱台湾才有的呢吼，你看南亚的大海啸，甲日本311的大地震，所以发的海啸。哦，这拢是灭绝性的灾难哦。哦，这再者，农业提升咱人类哦。哦，你讲不是任何速度性的天灾吗？哦，一言不属于讲，人无照天命，啊天就无照大志，因此上天真哦，降下灾劫，要来和快一些方便处理。但是呢，咱人有善有恶。其中也阁有真济有善根真好诶善人信徒吼，那会使善恶不分、绿色不分呢？因此吼，诸天神圣、诸菩萨慈悲吼，靠近因缘上帝，就是咱诶老母